一个牛皮纸袋，再套上塑胶袋，里头装的是100万现金。91岁的老农民郭正清带着他急着出门。北北，你要去哪里啊？就是这样啊。郭北北骑了1小时的车程，来到屏东农福处，说要把这钱捐出去。那一天，你看7、8点。南部在这种寒冬中是非常寒冷的，他一个人带着现金骑了这么远的路来到这里，所以我们非常讶异也非常感动。过年嘛，过年老年我们多少家家户户都要多少要买一点东西啊，要买点菜啊。动机很简单，就是希望像他一样的农民融券能过个好年。不过其实郭北北家中还有妻子和一名生障儿要抚养。是嘛，我是很节省的，我衣服都用了90年了，我衣服没有买过是吧？有时候我穿的衣服穿我儿子的旧衣服，不是。郭北北省吃俭用，家中并不宽裕，不过回馈社会的心念始终没忘，更开心自己也成了传送爱的一份子。大爱新闻南部综合报道。